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《文杰新时代》频道，我系刘文杰。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啫，就系一啲疑英嘅黄丝黑布啊，佢哋又中伏啦，又俾手足呃啊！咁啊，点样俾手足呃法咧？就系移民啦。咁啊，移民咗去英国咧，全英国最最最治安最差嘅地方。咁啊，嗰度又有黑社会啦，又有妓女啦，又有毒品啊，咁样咁啊，移到去之后先发现到，喂，原来真系唔掂，濑嘢喎，咁样，咁点算好呢？咁最终佢哋就唯有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就报警解决啦。咁但系最尾报警，警察竟然间好似系警黑合作，警黑合作，当当事人傻嘅咁样。咁到底佢哋系有几濑嘢呢？我哋阵间一齐去睇睇。喺影片開始之前咧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、讚好、留言、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揀個全部，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。嗱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喺近年咧，有好多嘅黃絲黑布都係走咗去英國嗰邊買樓啊、成啊咁樣啦，移民去英國嗰邊啦。咁但係有好多最尾都係移民失敗嘅。咁當然佢哋嗰班友係移民之前唔會做功課啦，失敗之後亦都係即係唔會話俾人哋聽啊，點解失敗啊？邊地方失敗啊？唔好去啊！咁樣啦咁啊話自己啊，我唔適應啫，咁樣佢都好好嘅嚇，咁樣嘅嘢啦咁但係最終咧，咁點咧？最終其實呃人哋去英國嗰班咧都好多，尤其是係叫人哋喺英國買樓啦，又抵又勝又升值啊嗰啲咧，係咪？好似陶傑都做緊賣樓嗰啲英國咁啊，然之後就移民咗過去，咁結果。相信大家都知道英國而家係咩事情，示威暴亂衝突又多，零元購事件亦都會發生。跟住仲有就係而家佢哋嗰啲嘅財政嘅問題非常之嚴重，英國有好多嘅城市破產，英國政府都唔係好掂。咁所以而家去英國嗰度，無論你係移民過去定去旅行，其實個治安排名都係好低嘅。治安環境都係好差嘅，咁啊，而家咧就好多地區都唔得掂啦，甚至乎夜晚佢哋唔敢出街。相信之前大家都聽過，我亦都同大家報道過。而有啲嘅人士咧就俾人哋呃咗去英國嘅一啲唔好嘅地區，咁但係其實佢嘅名係好正嘅，點正法咧？倫敦嘅東部係史丹福地區，哇，大佬！名校伦敦，仲要系英国嘅核心金融中心史丹福，哇！世界知名嘅一流学府，哇！你住喺侧边，升硬值啦，正啦咁样。但系结果原来嗰个地方系全英国里面最差嘅地方之一，区内系有黑社会嘅帮派横行。仲有毒贩可能喺你门口度打毒针，跟住啲针就摆你屋企门口嗰度，就咁掟咗佢。甚至乎有啲居民系俾人哋用枪指吓，你见到啲乜嘢啊？我盲噶，我盲噶，啱啱盲咗啊！好啦，咁就断你手啦，咁样，唔讲嘢啊，损埋啲脚啊，咁即系咁嘅情况啦吓。甚至乎有啲哥哥啦吓，妓女啦，咁就喺光天化日之下咧。就喺一啲小朋友面前接客，F 唔 F 啊？嚟啊，系啊，就地得，就地啊，即咁都得噶，OK，真系，令到嗰度嗰啲嘅移民咗过嗰边嗰啲人啊，甚至乎住喺嗰度嗰啲人啊，都喺惶恐之中。而警方咧，警方都冇办法，警方打击不力，咁啊，嗰啲居民咧就敢怒不敢言。亦都好怕咧，對方嗰啲黑社會啊、惡勢力分子啊去報復佢哋。而今次呢一個淪為恐怖之地嘅地方，就係位於倫敦東部史丹福裡面嘅 Tony Court。咁啊，單單喺4月份，佢哋就已經發生咗，係唔係發生咗？係記錄咗有166宗罪案，包括暴力同埋性罪行，仲有偷車、盜竊、打劫。品爆竊同埋其他反社會嘅行為，你咪諗下咯。
有啲系报唔到警噶嘛，有啲警察唔睬你噶嘛，警察睬咗你嘅都好大煲噶啦，已经有166宗，你话几恐怖啊呢单嘢系咪？咁啊喺嗰个区里面有一个嘅母亲，佢话佢喺闭路电视里面睇到佢个仔9岁嘅小朋友翻学嘅时候，竟然间好早喎、啊，真系晨光第一线唔系讲笑。然之后就即系神韵啊，系啊，竟然间见到个妓女喺楼梯间，可能就真系吓，即系朝早做运动精神啲啦，谂住系咪裸体咁样喺度接客，做紧人与人嘅连结，系，仲要发出声响嘅添。而更加有另一啲嘅居民亦都表示有见过有妓女。哥哥喺光天化日，兼且附近有儿童玩耍嘅情况底下，喺侧边嘅公园嗰度就喺度礼紧，唉，接紧客。有一个残障嘅人士，佢就话曾经喺佢屋企寓所嘅大楼里面，咁啊，同一个嘅叫做帮派分子争执。喂，你塞住咗我，唔好意思，喂，你系咪应该让让我先呢？系嘛？咁啊，最尾人哋就掹嘢啦，塞住佢把口。你讲咩啊？我阻住你，你讲一次。我冇吓你，我睇下你讲咩啫。我惊你口开唔到，我帮你开咯。你讲咩？你讲咩？啊？你讲咩？你讲。冇啊，冇嘢哦。你都有嘴哦，你都有嘴。咁咯。亦都有居民咧，俾人哋系持刀恐吓嘅，喺度再急埋，你做咩啊？打电话你睇到啲乜嘢？讲咁样啦吓。亦都有啲年老嘅居民咧就话啦，佢已经俾人哋抢劫咗2次啦。系，佢就话啦，警察从来都唔会出现嘅，系啊，完全揾唔到警察嘅。咁啊，佢哋成日都话警车唔够啊！哎呀，出咗去有啲警车，哎呀，我哋过唔到嚟噶啦，过得嚟都应该2个礼拜之后噶啦。咁啊，你哋自己解决啦，小心啲啦，咁样。并且有啲帮派分子喺度嘲笑佢啊，报警咯！你吹得我涨咩？我俾你报咗噶啦，啊，俾你报咗噶啦，留低手印噶啦，系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噶。喺呢个区里面咧，亦都系经常可以系见得到咧，嗰啲毒贩留低嘅胶袋啦、针筒啦，另外仲有一啲嘅袋袋啦。当然呢一啲袋袋都系胶做嘅，但系就唔系普通嘅胶袋，系好细好细，攞嚟装住啲某啲液体嘅白色嘅嗰啲包嗰啲嘅袋袋啦。OK。咁啊，據報亦都係有一啲嘅吸毒者咧，每一晚都喺聚集喺一啲居民嘅外面嗰度就開呢一個哇 drugs party，OK 毒品派對喺度喧譁成，甚至乎有吸咗毒嘅導遊同啲妓女就入咗去大廈裏面就禮噶啦，係啊，有冇屋都好啦，都禮噶啦。有居民亦都話啦，咁啊，佢每日帶啲小朋友翻學之前咧，都要事先清理留低咗喺楼梯间里面嘅针筒同埋避孕袋，亦都有居民话啦，曾经喺翻工嘅时候见到一个相信系吸毒嘅女子，咁啊喺地下嗰度就瞓低咗咁样啦吓，跟住翻工嘅时候佢都仲喺度咁样，跟住反晒白眼添，咁啊跟住佢就。叫救护车啦，最尾发现原来佢已经香咗噶啦，香咗噶啦。另外咧，有啲帮派分子甚至乎喺墙上面涂鸦，就话呢一度系恶魔帮管嘅，系啦，你话吓唔吓死？唉，犀利啊！咁呢啲咪幸福咯，即系你移民咗英国之后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自由啦，系咪？吸毒嘅自由，要鸡嘅自由。只鸡喺边度接客都有自由，喺边度吸毒又有自由，啲病袋摆喺边度，用完之后摆喺边度都有自由，连死喺边度，甚至乎死喺你屋企门口，佢都有佢嘅自由，犀利。
完美啊，简直！有啲唔够胆透露姓名嘅嗰个地区居民，亦都喺度话嗰个地方，即系而家住紧呢个区，好似恐怖片咁样，四周围都好危险。夜晚佢唔够胆翻屋企啊，一天黑佢就好惊噶啦。一阵俾人老强老强，然之后就劫财又劫色，都唔知点算。甚至乎有女嘅居民就话啦，夜晚都唔够胆望去窗外面，惊有人见到佢，咁可能会入屋老强，兼且攞埋啲嘢走。佢话佢哋充满住敌意噶，佢哋嗰班友唔在乎任何事嘅，佢哋喺公众嘅场合都可以公然行事嘅，公然系打毒针啦，公然系抢嘢，公然打人，公然系掹枪，公然系。系咯，接客，甚至乎有啲公然系觉得嗰个人、嗰个女人系鸡，跟住就同佢进行人与人嘅连结，然之后就掉低两嚿水俾佢。咁当然嗰个唔系呢啲嘅性工作者嚟啦，佢只系翻工嘅啫。咁但系系真系咁样都有人唔系我讲嘅，佢哋讲嘅啫。OK，真系，真系太恐怖啦！佢哋话。真系咩事情都可以发生，你做咩唔报警啊？佢哋话如果报警，警察系要几个钟头先至可以到嘅。系啊，冇错。或者到咗之后，佢哋班友开毒派对，咁佢哋咪赶走佢哋咯。但系警察走咗之后，佢哋又翻翻嚟啦，系咪？咁你几个钟头先到，咁嗰啲强奸嗰啲，完咗几镬啦，系嘛？精尽人亡咯，都差唔多可以。你几个钟头先到喎，算快噶啦，有啲3个礼拜先到噶啦。咁你唔单止精尽人亡添啦，你升咗仙添啊！真系啲街坊就话啦，好担心，长此落去，迟早有居民会丧命，因为已经有居民被老强，亦都有居民就批评，有时啲警察明明睇到你公然吸毒噶，但都无动于衷。喂，咁大佬，你都要睇下个架势噶，你得两条友，对面30个。你睇我唔到，你睇我唔到，你睇我唔到，你乜都睇我唔到，你唯有系咁嘅啫。唔通你20条友对住佢吸毒？喂，做咩啊？你哋嗰支咩嚟噶？冇嘢啊？你见到有嘢咩？对唔住，我就系见到你非常之合作，我走啦，唔使送，走啦。喂，英国就系咁噶啦。自由啊？几自由？有掹枪嘅自由，系咪？有吸毒嘅自由？我觉得呢个英国呢个地方真系好适合啲黄丝去移民。当然，久而久之喺嗰度嘅居民就已经系放弃咗报警，因为报警都冇用。甚至乎有啲系警黑合作。打唔打招呼？搞乜嘢啦？咁唔打啦，黐线！你哋啊，唔好俾人投诉咁多啦，成日喺度去下第二间屋啊嘛，大佬点搞啊？系咪先？人哋投诉，我又要嚟，见到你唔知点吓，合作啲啊，好，下次过隔篱，再过隔篱，再过隔篱，咪轮住嚟啦，轮住嚟啦，你唔好咁难做啦，警黑合作。有一个男嘅居民就话啦，警察对佢哋讲嘢嘅时候，好似当佢哋白痴一样，佢哋只会按本子办事。佢哋吸毒，知道佢哋吸毒噶啦，迟啲我哋会处理噶啦。我哋会尽力去处理呢件事，尽全力去处理呢件事，大家警民合作，处理好呢件事，你拉佢啦咁样，我哋会处理好呢件事，你赶佢走先得噶，唔好俾佢哋留喺度啦，加强巡逻啦，我哋会尽力做好呢件事，跳舞咯，真系咁噶，OK，甚至乎咧有位女居民咧就话啦，就好似警察同埋城市。市政府各方面嘅公职人员、公务员都好似怕咗佢哋一样。佢话佢真系见过有个女人喺马路中心嗰度剥咗条裤，然之后喺度屙嘢。当时有个公职人员在场，我话：喂，你望下。跟住佢就话：咁我都帮佢唔到噶啦。喂，唔系你帮佢，你帮佢闻啊，唔系你帮佢啊。我哋可唔可以阻止呢嘢发生啊？咁人哋急啊嘛，所以佢话好无奈吓。有啲伦敦嘅警察厅就回应啦，就话啦，
警员咧就将性工作者咧就转交去俾其他部门去处理嘅。总之系点啊？嗱，我哋警察就啱啱食完马完嘴啦，咁我哋都会转交俾其他部门睇下有冇咁嘅需要。OK，系咯，话啦，区内咧都有正常嘅巡逻噶，打击罪行噶。唉，啲市政府就话啦，放心，我哋会为住宅大厦换上新锁，咁啊等你安全啲。咁你换咗新锁，咁你咪一样要分发啲新嘅锁匙。咁佢哋租咗嗰啲地方，租一间屋啫，就晒成栋楼嘅锁匙啦。咁点啊？你都依然系可以出入成栋楼噶，咁点啊？都冇嘅，咁咪继续叹下先咯。英国就系一个咁民主自由嘅地方噶啦，系咪？你唔系唔惯啊嘛吓？大家点睇啊？欢迎大家下面留言话俾我知，睇下你点睇呢件事啦。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，喺影片完结之前咧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、赞好、留言、订阅《文杰新时代》频道，记得揿埋啷啷掣，拣个全部，咁大家就唔会错过任何嘅一段影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见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